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欢迎大家来一起静坐听佛法。那今天非常欢迎。然后上次我们有谈到每个分院都会轮流来跟大家分享佛法，引导静坐。目前我们有三个分院对吗？然后结果会有第四个分院也快要了，但是等那个消息，龙皮再来分享给大家。但是上次还有谈到龙皮的母亲的健康的状况，所以健康会让我们修行的时候比较快乐，比较好。所以这次想分享上个礼拜去托钵的，但是这个除了健康，还有信仰、宗教信仰的那类，然后才可以让我们有机会修行、修功德。那我们分享佛法之前，先一起来静坐一下，大概30分钟左右。那我们就开始了，然后哪位先到，我们先静坐，等到其他的来的时候再分享佛法。那我们就跟着龙辟静坐，跟着引导的声音，慢慢放轻松。调整全身的肌肉，我们试试看调整一下，不用急。从头顶到脚底，每次静坐啊，都要调整，很重要的。我们观察头部。额头放松，眉头间的肌肉也跟着放轻松，然后眼皮慢慢垂下来，不要紧闭，也不要用力压眼珠。眼睛微张就可以了。然后来观察我们的鼻子、嘴巴、脸颊，要跟着放轻松。颈部。两侧肩膀，两侧手臂、手腕、手指都要放轻松，慢慢的调整，感到舒服了，就来看我们的胸部、腹部、背部。背部要自然的挺直，感到轻松舒服了。接着来观察下半身，两边的大腿、膝盖。小腿全都要放轻松，轻松到我们的脚趾头。我们观察了一遍，全身放轻松了。
假如静坐的时候，身体有酸痛麻痹，也不用担心，也可以重新开始调整我们的身体。哪个部位不舒服，调整哪里。接着，我们来观察自己的心。今天整天有些人去工作，或者去上课，我们还正在想到工作、教育。家人等等，来静坐的时候，先放下一切，先不用管，不用理，接引我们的心回归体内。体内地区中心处，安放我们的心在那里。然后慢慢的忘记，或者暂时不想，不想到今天遇到的事情。在工作的时候遇到，或者我们上课遇到的，暂时放下，暂时忘记，或者经济、家人等等，不攀援。保持宁静的心，保持在体内地区中心处，假如我们的心有时候会跑出去，也慢慢的接引，接引我们的心回归体内。或者，如果我们习惯用默念，也可以默念"萨玛阿拉汉，萨玛阿拉汉，萨玛阿拉汉"，在我们的体内有轻轻的。萨玛阿拉汉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观想到水晶球，或者意念之前我们修过的功德波罗蜜，都可以。身心舒服，我们的身体就慢慢感觉到很轻。很轻松，身体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融化，就会感到内在的经验，我们可以意念。今天所修的功德，从早上，有的人提早起床，跟着法师们念经、静坐，有的会供养托钵。或者整天，我们也保持宁静的心，
让我们的心不乱跑，不乱想，一念功德也能让我们的心宁静下来。所以现在，我们一起来静坐啊。这段时间是很宝贵的时间。虽然我们知道有其他人跟着我们静坐，但是我们就感觉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所以现在请每位练习静坐一下。
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ภะลัพพตาปัจ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ะโส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สาธุสุยสีตาเจตกงเต๋อ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听的是一个活动，龙屁去办的那个是托钵活动，在哪里托钵呢？在工厂工业区。那个地方会有很多泰国老公在工作，所以就找一个时间，因为通常如果在工厂工作就很少有时间，有时候会加班，加班礼拜六，有时候会有礼拜日，所以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，到工厂托钵。等一下我就会分享照片给大家看，但是刚开始有讲到我们修行的障碍，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对吗？但是上次讲到是龙屁的母亲年纪83了，所以晚上会有膝盖会痛，然后就2点3点就起床按摩一下就可以睡，所以那个年纪。然后今天要讲的是没有时间，修行的障碍，另外一个是没有时间。因为在台中法身寺，除了我们的善知识常常来修行，礼拜天跟着龙婆静坐引导静坐，然后还有泰国老公会来，每个礼拜一楼，因为有4层楼，二楼是禅堂，但是一楼是可以接待大部分的泰国老公，每个礼拜会有大概100个人来供养布施，但是没有时间来静坐，所以还有很多。今天先分享图片好了，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啊，但是另外一个电脑没办法分享照片啊啊，好像被关掉啊，另外立台没办法啊，看到了看到了啊，我们看到画面了，那个照片，我会上个礼拜天去南投工业区办托钵活动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天有大概200-300位的泰国劳工，他们来供养布施，所以我们就把寺院搬到工厂去了。其实在台中法身寺有4位龙屁在这里，所以2位安排在寺院带善知识修行静坐，然后还有龙屁跟另外一位师父一起去南投工业区一起去托钵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照片里，还有除了有信众来等着供养托钵，会有义工也其实也在工厂工作，但是也想得到另外一个功德，除了功德布施功德对吗，是用自己的力气布施，那我们就看得到很多人大概200-300的。后面还有另外一位在拍照拍照也可以分享功德对吗，如果放在脸书或者放在抖音，
曾经有问过来寺院的居士，他谁告诉他在台中有寺院？有的人会回答说，在脸书看到的，然后就问我们的地址在哪里，寺院的地址在哪里，然后就来了。所以每个礼拜会有新的人来寺院供养布施。啊，我们先看照片，这位是新来的龙屁，刚来到台湾不久，大概两三个礼拜而已，所以今天就分享照片给大家看，然后就了解到，除了我们的健康的状况，还有时间是很重要的，修行、修功德，或者我们修波罗蜜，还有我们的信仰，有的人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不想分享给别人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分享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信仰、有宗教信仰的，然后有时间就可以修功德了，不只是布施功德，对吗？有其他的，用我们的力气啊，或者罗宾来今天来分享自己修过的功德来分享给大家。然后那天除了啊，然后我们结束了办托钵活动，结束就祝福大家用巴利语祝福，然后那些人就可以回向功德了。历代祖先也可以得到功德。所以那天有很多功德，产生很多功德，这样也算是很棒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每个月都会出去，然后每个礼拜六在附近寺院附近也，我们也开始带法师们，现在有四位到寺院附近的市场办托钵活动，就让当地人有机会供养托钵，然后可以学到托钵的文化，对吗？因为台湾的托钵活动跟我们泰国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可以学到新的文化，也算是很棒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天就讲到托钵活动给大家听，然后我们如果在泰国常常供养托钵是平常的。如果有些地方不是佛教国家，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。或者刚才分享的，在工厂工作的泰国劳工们都很难，因为来寺院那个工厂大概有600、700个泰国劳工，但是来寺院很少，因为他们都没时间。所以如果去的话，就有更多人有机会可以修功德了，这样，所以时间很重要，我们要让自己的时间不要流失，有机会修功德。如果没有空，就自己静坐也可以。那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然后随喜大家的功德，祝福大家身心快乐，早日证入内在法身，随喜功德，下次见，晚安。